呛也不呛，就是要逼我们两个人要输赢啊，就对。新闻标题写说，又杠上，杠你妹啊！啊，杠你妹妹的、啊，这样也可以炒一个新闻，这么厉害，这样也可以。真的是哦，服了你们了，真的。很多人都说，我在网络上留言，在我跟廖老大吵架的时候，就有一些留言哦，就有一些人在猜测说，是不是馆长接要廖老大业配啊？跟廖老大合作啊？首先馆长哦，虽然说我蛮穷的啦，但是要业配呢，馆长知道，守身如玉，馆长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，不能做，才不会陷入乌俄战争那样，乌鸦跟狗儿的那种战争，所以基本上我不搞网络操作这四个字，我不搞网络操作。如果你们有看乌鸦他发生的这些事情。就可以拿它当作最好的教材。我不是在吐槽乌鸦或狗儿，我只是今天拿这个来跟大家教育一下。我不是乌鸦，我也不是狗儿，我不是白姑娘，我也不是拼仙，我更不是丢丢妹。我不是说这些人不好啦，做生意嘛，总是要想办法嘛。但是我不做网络操作。什么叫网络操作？其实现在所有人都在网络操作。网络操作怎么操作？FB 灌赞灌人数，开直播的时候你明明只有1000人看，灌到5万人。这个是所有直播主现在几乎只要有钱的直播主，做直播拍卖的直播主几乎都是这样做，在里面插暗盘喊加一，你的东西好好哦，全部都是攻读生，全部都是请网军公司来帮忙代操，讲对方坏话，污蔑对方，然后说自己的好，留言去留言人家的粉丝团下面攻击，然后在自己的粉丝团下面写哦东西好棒哦，什么时候哦我买的什么什么什么好好用哦，像这样的操作我可不可以花钱？其实中间好多人来跟馆长谈，我不花这个钱，因为你东西好或不好，干你娘嘞！我问我粉丝就知道，我叫我粉丝帮我推销。就知道，谢谢你330块的抖内哦，早餐店老板啊，大家记得去给他捧场好不好？记得去捧场哦，记得去捧场廖老大隔壁那一间成吉思汗，记得一定要去捧场廖老大，不是哦，不是廖老大，隔壁的成吉思汗，好不好？嘿嘿，好不好啊？好，记得去捧场啊！好，那馆长呢？没有做网络操作。现在政治人物要买网军，开直播要买网军，为什么？直播人数不够，你不会买啊。比如讲，馆长现在介绍这个杯子，现在有6715个人在看馆长。我跟你讲，吼，笑脸呢？我这个杯子多好，你知道吗？有多好，有多好，有多好！本来卖10万，但是经由我通天的本领，找到工厂直营，中间省略了100个批发商，一层叠一层。现在这个杯子只要199，买一还送一，让你喝99。来加一个起来哦，这时候没有人按嘛。后面的后台会准备500个人按加一，你的心情就会被受影响，就超多人会按加一的。里面呢，可能有500个攻读生都在按，甚至有500个攻读生呢，他们都会说：“好好用哦，加一，好棒哦，加一，留一个给我，怕我买不到加一。”这时候你就会很急啦，哎呦，西巴老马的西巴，这个东西好像很正点啊，西巴老母啊！你就买了嘛，他就是要你买。事实上，他一个晚上，你看下去，他从嘴巴讲出来，哎呦，今天好几千个人下单，好几千个人下单。事实上呢，
可能就他妈的十个人下单，剩下五百个，剩下一千个都灌的，这种情形常不常见？非常常见。那为什么安插这些攻读生、这些网军在里面帮你洗？就是因为增加人就是这样嘛。你在里面看，你就觉得哦好像不错，你也加一。可是你买回来什么鬼东西，你就自己去扛。那卖海鲜、卖牛肉、卖什么东西，都是用这种方式操作。我讲白一点，我不做这样的生意。我不是说这样的生意不好，很多人都这样做生意，哦，但是因为这个成本低廉啊，我跟你讲啦，我给网军钱啦，我抄我买网路啊，我这样抄啊，花比较多呢，还是我现在用一个这个电商网路啊，哦，然后他妈赞助选手啊，请一大堆员工啊，用客服啊，用仓库啊，哪一个比较贵？当然是我们的比较贵，而且贵他几倍，差不多100倍吧。我做一个网站哦，前面已经浪费2000多万了，今年年底、明年年初又2000多万，又要2000万了。一个月网路的开销300多万，光应付维修网路及人员，还有清除，还有开流量，跟不要被 DDoS， 我买那个 DDoS 防护，一个月要300多万流量费，我300万。我用 FB 就好啦， FB 一块钱都不用，我一个 FB 一块钱都不用，我还搞什么抽奖系统，我还写什么抽奖系统，我还用什么客服中心，一块钱都不用， FB 不用抽钱啊， FB 卖嘛，我喊嘛，啊你加嘛，啊你加就有旁边人就哎、欸、跟你收汇款嘛，就有一个小帮手在里面收汇款，啊东西寄给你，这样就好了嘛。我如果要用他们的方式，我现在我跟你讲，省超多钱起来的。可是为什么我不做？因为我要做的是一流的东西，我要让大家买东西。哦，你路边摊也可以买嘛，你小店面也可以买嘛，你去 Costco， 你去大卖场也可以买嘛，你去百货公司也可以买嘛。我要搞的是精品，至少价钱 CP 值够，但是我们的商城、我们的服务要好。哦，谢谢董内，谢谢，谢谢董内，谢谢。所以说，你说网路，他们这样操作，这样互相操作，我不搞这个的。哎，我不搞这个的，好不好？所以你说，我已经本业，我电商做的这么大，我都没有在搞网军操作流量，网军洗留言，网军洗，我跟你讲啦，我现在就可以抄了啦。旁边你的留言呢，我随便拿一个东西出来，就有一堆人，我可以叫一堆攻读生。事实上，他里面可能十个人在抄，他可以开几百个账号出来，一直换留言，一直换账号，一直留言，然后一直跟大家讲说：“哦，馆长哦，看一下你的东西还有没有缺，你的东西还有没有？我想买不到呢，馆长。”哦，你这个东西好好，我也要买哦，大家买起来哦，我去买了，就一大堆人在里面讲我商品的好处，在留言区，现在你们在看直播，一大堆人在里面讲我东西有多好，一大堆人说哦，我想买，我买了好好用，馆长有没有花这个钱？没有。可是我为什么每次介绍东西，我都会把我的粉丝拖出来？因为我从3年前我就跟我粉丝讲。我说我这个薄利多销啦，希望大家帮馆长好好的推销。我的最好的推销就是你们，我不要花什么广告费啦，我也不要请什么鸡巴啦，我也不要请网军操作，我就是最好的，就是我就是怎么样，最好的行销就是粉丝用过了，推销给他的朋友，推销给他的家人，这样的力量才是最大的。不然你他妈叫这网军来洗，你就买一次而已啦，行多买一次就死亡了啦。我跟你讲，台湾人啦、啊。买东西啊不是白痴，好，买买看啊，买一次就死亡了，买一次就死亡了，一次就死亡了啦。结果现在啊，谢谢董内，谢谢董内，谢谢。结果现在啊，你他妈的廖老大、啊、这件事情啊，你说馆长在接业配，跟廖老大套好了，互相蹭流量，我蹭你妈鸡巴。
这个东西你说廖老大跟我合作，来，第一啦，廖老大有什么好处？你是脑会说这种话的人，你脑袋到底有没有经过思考？这件事情对廖老大，他拿钱给我凑他自己，然后让自己下去，有这种人？哎，馆长，我们来合作一下，我跟你吵个架，让我身败名裂的架，我会怎么讲？你要怎么讲？更好笑，我要跟他留言呢。馆长口才，好像是我的 YouTube 吧？我在下面看到个留言呢，在前几天我跟他吵架的时候，我的粉丝说：“哦，馆长现在讲话真的很好笑，口才很好。”下面的留言呢、啊，他在他的留言在留言，馆长哦，都戴耳机，他有请幕僚教他怎么讲话。嘿啦，我跟你讲，我桌子底下还有两个女生，一个专门舔睾丸，一个专门舔他妈肉棒，还要分开，这样可不可以？还有一个在舔肛门，有三个。嘿，我还戴耳机，有幕僚教我怎么讲话。我桌子下面哦，现在有三个女生，一个舔肛门，一个舔老二，一个舔他妈懒蛋。我去你妈的嘞！老子讲话还谁可以教我讲话？我谁可以教我讲话？谁可以教我讲话？谁？我馆长有戴耳机，专门在有幕僚教他怎么说话。所以林北是傀儡就对啊啦！啊，林北是傀儡布袋戏哈，金鸡神，我是金鸡神，干你娘嘞！你有病哟！你有病哟！你自己做不到的，讲不出来的。讲不出来的话，做不到的事情，你就怀疑别人作弊，是这样子吗？是这样子吗？看你娘嘞！是这样子吗？就是 call me 哦，我的幕僚 call me 哦。我今天会讲这样子，就是因为有很多人他用我，所以我现在是怎样？隐藏式耳机，嘿，不好意思，哎，什么这样子吗？突然断讯了。突然断讯，哎，你说什么啊？这样子，隐藏式耳机 ，FBI， 啊，国情局，韩国，啊 ，KGB， 还有什么小俄罗他妈俄罗斯 KGB， 还有什么鸡巴，是他妈哪个弱智啊？回去他妈觉得我跟廖老大，这个叫工商合作啊，这叫工商合作啊。谢谢75块抖内。